一年一度的士林官邸菊花展今天隆重登场，33株大丽菊分布园区，非常的壮观。这个熊猫圆圆和一样呢，也都用菊花装点而成，拍照的人气最旺。而以爱情为主题的大蛋糕呢，更是用各式的菊花栽植来布置，展现了台湾菊花栽植技术的高超。